娱乐圈的女星年龄是秘密，因为都想把自己打扮的年轻点，能有多小有多小。不过很多老牌女星穿的有点过了，就会有反效果，看看刘晓庆就知道了。近日周海媚和刘晓庆现身某活动现场，现如今51岁的周海媚身穿一身红色旗袍，显得身材高挑，气色红润，皮肤皙白，貌美领颈纹，完全看不出岁月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。这把杀猪刀简直就是一把美容刀。反观刘晓庆，虽然62岁，这已经算是保养得很好了，不过这头发是葬爱家族的同款吗？刘晓庆这身衣服把肩露得更宽了，有种风尘味，周海媚在旁边看起来就更高贵更有气质了。近距离看刘晓庆粉底太白不自然，胯宽的缺点被显露了出来，而周海媚完全不像50多岁了，胶原蛋白满满，而且这个立领正好把颈纹给遮住了，笑容亲切。不过周海媚平时确实会挑衣服，怎么穿都有一股清冷味，尤其是这件绿色的抹胸连衣裙看起来超白，是不是身材也不错？刘晓庆是真会装嫩，年过60还穿这么鲜艳，真以为自己年年18呀。